你说你多欠儿吧啊，塞万，爸爸这有一个饺子，你说给谁吃？塞万，给妹妹吃呀，能给她吃吗？塞万，能给她吃吗？哎，你要能给她吃，塞万，我给你一大碗，塞万，你给妹妹吧，给谁吃？哎，真给她吃，那爸爸给你一大碗，给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干啥呀？这怎么什么玩意儿都给你家孩子吃呢？不给老师吃，拿来！不给老师吃，给石榴吃。你干啥呀？你给人石榴的，拿来！什么玩意儿呢？就知道护犊子，你说你。小老二啊，这个纸是不是你给咬坏的？你看这个纸你给咬的是不是你啊？你看老爷怎么揍你啊？哎呀，干啥呀？他把纸给咬坏了，揍。哎，你说谁咬的这纸？谁咬的啊？他咬的。是石榴咬的吗？这家伙，你这给人石榴一顿揍。